次炒菜都忍不住想给你们安利一下这个调料盒，个位数就可以入手的价格，用起来简直太方便了。以前这种调料瓶是很好看，但是一料一瓶又麻烦又占空间。它这个是环保 PP 材质，可以分类收纳四种不同的调料，家里备两个，一个用来装香料，一个用来装日用调料，密封性特别好，也不用担心调料会发潮，关键收纳起来也不占。抖音